等下，这个大锤你想干嘛？没有，他冲了，他冲了，他冲！啊，走掉另外一只啊！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猪头来了，猪头来了！嘿，江江！哎，江江！嗨，江江要不要打猪？哦，你说晶晶哦，我今天有看到他玩啊。有啊，我今天就是在带他。我有看到他跟熊一起。好啊。哎、欸，这只猪不理人呢、欸。好了啦。剥了有什么啊？骏猪的皮吧。哎、欸，好哎、欸，好赚哦、喔。为什么少一只猪？你等下就知道了。还没来。哇！可以拿石头断它。我有啊，我有啊，这只就是我断的、啊。你在打猪？打猪？我在打猪。天啊，我们在打一击必杀猪猪。我们刚刚19次死出来，厉害哦！我一个人就赚了4次。哎、欸，我也4次。你 HTP 三次啦。我4次吧。你4次啊？所以我3次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磨刀。哎、欸，我的刀不用磨哎、欸。你是有打到是不是？我有敲到两只。哦。哎、欸。嗯。人家第5只长跟你一样哦、喔。播吗？播啊。哎、欸，它可以播哎、欸。刚不是有讲？小心！快点！哎呦，它好大、喔！你看，咋跟你一样？再吃辣、啊，再吃辣、啊，他好丢、哦！再吃辣、啊，再吃啊！不行了，他不行，他不能丢，他不能丢了。晕了，晕了，我击他了。可以软化吗？欸，他睡着了。啊！他睡着也不能撞啊！耶、yeah, ，过了。它可以播吗？哎、欸，好大！你什么问些白痴问题呀、啊？我的意思是，它可以播比较多东西，所以不行。你是新手？是啊，恐怕是嘿。你游戏时速超过100小时了没？100多了。那你还是新手？是啊，开着挂机。哎、欸，他打得到人呢、欸？你为什么要打我？你是新手哦。你是没被摧残过，没被打过，是不是啊？我不知道他可以打到对。你看。都是你在使我变得这么凶，你本来就很凶、啊。哦，伪装票。哎、欸、靠，就是那个猪头、喔。对啊，进猪头啊。垃圾，不打了。这个好好笑。秀秀打我，我不高兴，我要跑了。因为不想跟他玩了，都喜欢打人。干嘛这样？不喜欢打人。我没有。那个古龙的力战嘛，我都有。那、啊、你陪他打、啊，不然两，我也可以打啦，看你要接。我三个打、啊，我去找阿金。好。阿金在开啊，我刚刚没看到。他现在打了什么？灭镜吗？灭镜啊。所以开十套。可以啊，十套比较好打。4人2次。周巧巧，
哦，火是活耐性，我也觉得是。你好了没？那小啦，还可以有吃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你这样子我要去玩麦块了哦、喔。好啊，你去玩啊，是不是？狮套龙。猫的收获季，哇！我直接在他家，来吧。你怎么啦，新手？没有，刚刚以为我没有见识。你要干嘛啦？这边啦，过来啦。你在哪边？我在这里。过来，现在 还没有敌视我们，敌视吗？这样子了，扣，扣什么啦？好酷啊！红眼啦！没中到哎、欸。收手，啊、哦，没关系，继续打，没关系。对不起，我不该打头的、啊，你打你的，我不该打头的。
赞赞赞赞赞！你怎么不打一发啊？不是啦，我说配乐啦。他如果打断的话，就爬起来。嗯，没差。嗯，打一发的破坏力很高。丢撒小，我以为他这样会。可以去接任务了。哎，我伤害比你高哎，秀秀。哎，我伤害好高哦。你伤害比我低啊，你伤害好高。可是中。好，我不帮你吹瘴气，看你伤害多高。你知道你的血都是我补回来的吗？知道，我每次要喝药水的时候就看到你补。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试试看一局。我不拿笛子了，加油！上位而已啦，不用怕，不用吹笛子了。是打消果实就好了，不用怕。秀秀，嗯，你玩做完了。阎王，嗯，做完了。哦，阎王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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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我们打了三场，猫了三次，所以我们就果断拒绝。你们下午打了什么？没有，他打阎王。打人意吗？啊，你是被我拒绝了吧？那三次应该大概也是你猫的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我们一人猫一次。他昨天一场里面死在阎王手下打那个大小太阳两次。没事啊，他就是只他就只会上不知道阎王动作，然后他在背上小太阳死掉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第一次有跟他忘记跟他讲，第二次他来不及跑，他在那个动作的时候，他秀秀在那个钩爪的动作，我怎么觉得不意外啊？啊，你去接秀，人家杰超来帮忙打、啊，四个人直接打、啊，打三位的哦。我知道是解义庄哦，义庄任务，用三古龙吗？用三古龙。我要跟谁讲话啊？你有没有那个啊，工坊的一个阿伯啊？
都忘记我衣装要去哪里接了。你是说星城？星城的啊。哦。但是要去星城的。我不是上一场就跟你讲说在星城了，你又忘记了 对不对？那他刚刚带我回月城。你去死！辣死你算了。哎、欸，阿伯嘞、哦？没有吗？没有哎、欸。把你打开地图看谁有谁。武器店呢、欸？武器店是在月城呢、欸啊，就是如果是以前的任务，不是跟那个星城呢、欸？我在星城。哦，武器店的那个阿波。对啊，左边，左边不是这个阿波吗？没有啊。那你看地图，看谁有金汤号？是打两只还是三只地战？没有啊。你去看一下你的自由任务。自由任务。这不是阿伯啦，就叫习惯了。那是阿姨啊，人家没有那么老啊。啊，你在看什么？看，应该不是这个啊，应该是九星的才对啊。你们是要捡哪个遗嘱？下一页。不是啦，看那个泡泡的下一页啦。啊，这个要力战阎王钢龙。其中两只，可是他什么阎王钢龙？你刚才打过面镜了。可是他说不包含麒麟呢，讨伐两只不同的古龙不包含麒麟。嗯，还是还有其他前置条件吗？没看到哎、欸，我看一下。我找的这个资讯是力战阎王钢龙灭尽选三选二。是这个吗？这个是前置吗？还是可以获得特殊装备？那是别的啦。哦，我那个，每个，我看一下衣装好了。你们是要解什么衣装啊？他不动，不动啊。因为不动，我是打过两到三只。我那时候不动一装没有卡、啊，需要完成力战阎王之类的。对啊，力战的。哎、欸，可是没有，可是没有十套龙啊。没有，没有十套龙啊。不能打十套吗？应该是不能打十套，因为他只有说阎王、钢龙和灭尽而已啊。嗯，那打冥王啊。我有。我境界全部删光光了，没关系。力战的有，这几个人，还是要把他打所有的一中吗？还是他自己去打就好了？之后，我只想陪他打那个啊，不动跟转身啊，之后转身比较好。嗯、对啊。他玩锤子的话，转身跟不动一定要有啊。一开始他不动是因为他玩太大那个双刀。其实我觉得他升他其他一装其实并不难的。不难啊，其他都他现在这个双飞也可以打、啊。对啊。其实他的任务都不难。你先接，我用个东西。哎、欸，对啊，秀秀，你那个凑齐了吗 ？SP 票？嗯，我做完了。哦。SP 票要做什么？还要做外观啊。哦。啊，你怎么还穿这件啊？很丑，所以我就。你说这件很丑还是外观很丑？外观很，旗袍很丑。嗯，好，可以，审美观不同。哦，行，他觉得蟑螂都可爱了，我也没办法。我们先走啊，节操出晚点。嗯，我整理个东西。好。
们真的审美观，哎，没错。要搞爆你才是正常的。我看我这一只，我看我这一只穿那个超丑的、欸。哈，你把你自己角色捏丑是不是？嗯。你还是我怀疑是这样。你还是玩男生好了。杀杀鸡哦！头盔都戴起来。妈，居然飞走！啊，喝错了！我的发，还有喝错这种事情？有哦。我差点喝到热饮。有的又不会怎样。我喝到黑豆浆。浪费辣椒啊！又没成像，辣椒一大堆。他缺钱吧？你刚辣椒不是吃一大堆？你要冲虾小？啊，对哦，对不起。你到底在干嘛？你不要再让我生气了，好不好？摇头啊，秀秀。哦，好。还没弄，还没有人撞。撞过了。不行。哦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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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要拿人，我会热死。最熟悉的大招了，然后我看他还在上面。唉，唉，这其实不是没有提醒我看到阎王龙不会动哎、欸。我是不是有人宕机了、啊？是不是有人宕机了？喂，有哇！我真的不想讲什么了，有时候就是不要硬去上。来，好，我跟你讲，阎王龙身上粉尘很多的时候，或是阎飞龙身上很多粉尘的时候，都是准备开大的时候。好，很多粉尘，就是他看起来很糟的感觉，对。粒子效果很多。然后这时候是队友可以丢闪光弹啦，可是我相信这边都是贪输出的队友，没有人想要丢一颗闪光弹。然后这就是你的问题了，懂吗？好，自己爱上去被打，活该。刚几分几秒看一下，55分。哎、欸，我播了50，因为尾巴在这边呢、啊。因为他在身体下面啊，同时掉的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刚没有注意到。刚刚
一杀死之前有部位破坏就杀完。哦，我没有注意。秀秀是爽没？觉得这双的脚真的好小。爽人爽。爽了哈。嘿。嗯，另外等一下你还会继续爽。等一下要打四套两个。啊，那就看你怎么爽。哇，我看到很古老的东西啊。灵龙麦斯啊。猛者龙麦斯。很怀念的东西。会。卡西，分辨装备，哇，健身环，哎，他有听。啊，有了哈，去看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你直播好了。那艾米娜离开的机会区域，原来是个撑不住的概念了。三，有了，进场好了。然后感觉就是刚刚打错了，应该要不是对对对，应该要宕机就没宕机，然后现在才宕机的那只阎王龙。哎、欸，你可以看一下残爪。那个四套的地盘争夺，也就这任务会出现而已。嗯，是这个早期没尊严的古龙。对，啊，其实他不是好战型的，啊，残爪师。那个就是来那个、啊、地底深渊无寒啊，刚刚不讲过几次？就这个啊。对，接起来，谢谢。哦啊，我在看你那边晃来晃去的。知道换什么？你知道气死几个人？我现在已经放弃看你的荧幕分享了，我怕我会气死，我怕我喷出来的不是口水，而是血。耶、yeah, ，蚊子！啊，你那个金狮子任务打了没啊？都还没。哦，啊，你慢慢来啦。对，还不急。很急呀、啊。那个时候不是说他装备要撑得过啊？你们不是说要先收集那个森林的呢？嗯啊，没有啊，我是说你森林要三，你才能开始慢慢集那个有黑狼鸟，有雷狼龙、嗯，那两个我都打过了，那就好了，可以冲其他地方了。不是啊，反正你现在最低门槛就要100等，然后金狮子也要打过才能跟我们玩，才能来我们的世界啦。是，100等，对啊 ，M R， 当然是 M R， 哦，哈。他才几等而已耶，你现在才几等而已，好像才我大概5等就100等了呢，不是5等了，对不起，我大概好像是5天，也没有5天啊，几天啊，好像差不多5天就100等了吧，是吗？我忘了，哎，驱魔很快，是啊。只是看你有没有时间玩而已啊。我是一个有在开台的人。残爪你好。